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63集，接着还是给大家做工作室系列82号的飞轮衣冠。这款玩具非常非常强大的变形，待会的话呢可以给各位享受一下。盒绘呢跟玩具的本体呢有个地方不太一样，它的全都是红的，但玩具的实物却是灰色。然后它是作为一款 Deluxe 等级的玩具，我们先前的话呢啊，倒是忘了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 SS38 号的 OP 啊，两个身高在电影里头有没有两个同时站那么近我不知道，但是可能跟一般我们的认知中的 OP 跟飞轮的大小应该也差不多。这款玩具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它这个白色，以前这种纯白呢可能只有在日版的玩具才会有啊，你看官方认证的空洞。那么呢它这个纯白怎么说，你看跟这个米白相比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这个质感相差是比较多的，这种纯白应该是比较不容易去变色的。但这款玩具有个缺点，还是一样保持在它的一个关节偏松，这一次呢并不是球形关节，但是这种它也是偏松啊，这个就有点小麻烦了，这个比较不好处理。那它由于变形的需要呢，这个地方是有个转轴的，所以它这里要多了一个关节，腰部的一个可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好，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，而且它这个肩膀的造型很特别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冠，可动非常的好，那手臂内部有个很大的空洞，武器如果不想拿在手上的话呢可以扣在这个地方，那么扣的时候呢是以这个方向扣下去啊，但是呢好吧，也是好过没有了啊，也算是一个不拿武器啊想要跟你 OK 就谈判的一个表情嘛啊，人一定要靠自己，对吧，医生都会这么说。那么这款玩具最精彩的呢变形的过程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了啊。人形还是挺漂亮的啊，首先的话呢我们把后面这个卡扣这里给松开，往两侧给打开，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做一个反折，拳头收进去到这边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拳头收进去，手臂做一个反折，这块部件呢透过头部翻到前面来，整个的给拉出去，这里还能够再拉出来到这边。接下来的下半身这个变形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，以这个转轴呢转过去，转过去之后呢再把这个外摆内收，再翻转180度，然后呢脚的话呢给折进来，整个的给收进来，然后的话呢从这里收进来，收进来的时候呢记得这个脚尖跟大腿中间是要包覆住这个部分啊，就是这里这样子把它给包覆在这边啊，记得到这里。接下来怎么做呢，我们还要把这个前方这个部件往前面整个拉下来，它这里有两个凸跟凹的一个位置，就把它给扣上去，这个部件呢往后凸跟凹扣下去，这个部件顺势翻下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有算6个卡扣吧，每一边各3个，首先是这边这个凸啊要扣进这里啊，有一个缺口在这边，这里是最主要的一个卡扣了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那我是建议吧，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两边的话呢都把它给扣上，再来进行下一个卡扣可能会比较 OK， 扣上去，然后呢这里啊有一个卡扣在这边，把它给往上推上去，它这个鞋尖的位置啊跟这个脚后啊都有一个卡扣，然后这里的话呢是把这个部件转过来到这里扣上，把它给密合上，然后不知不觉的话呢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一款飞轮衣冠给变形完成了，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变形过程特别是下半身2-3个翻转呢就把它给完成了，一个载具形象的一个演出。当然也是因为它的载具啊是一个外星的一个形象，所以呢可以很多细节的话呢就不需要去兼顾。但话虽如此啊，它依然有漂亮的一个透明件啊，车头很突出啊，后方的话呢也是包覆的算 OK 啊，尽管是一个板子把这个整个身体给包起来，但是已经非常够意思了。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滚动性啊也是非常好了，没有问题啊，这个两个地方记得把它往上压到底。那大小的话呢比起先前分享的新顶顶还要再更小一些了，不过呢高度的话呢会稍微的高一些，整体玩具的表现呢可以说是尽显在它的变形上面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车型也好看了，人形也好看，但是就是人形状态下会比较松一点点，那车型由于是整个一体性都已经缩得很好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强烈推荐这一款啊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